各位同工，大家早安。那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周会礼拜。那我们的手机，我们能够转震动或静音。那请大家安静心，请昼夜。称颂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。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善事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凡求靠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靠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听祷告的主啊，凡有邪气的都要来救你。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。那在圣诗452首，兄弟听安诺，上帝疼爱怎样这么大。那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真心望
请坐。我们同心来祈祷。创造主上帝，我们赞美您。你是清晨和夜晚，你是时间的开始与终结。我们为着你所赐的每一天感谢你，我们的身心灵都属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世界的光，你是我们的道路，你是引导我们的真理，你是我们找到的生命。请赐给我们你的爱，好让我们在人们身上再度找到你。请赐给我们耐心和从容，并以你的爱保守我们。充满创造力的圣灵，请唤醒我们的感官和思考，请赐给我们想象力和清晰的头脑，赐我们敏锐的良心，恰当能帮助人的话语，以及谨慎的行事，好让我们能成就一些有用的事，而不至于浪费这一天。主啊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也非同我们的意念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。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在我们的工作中，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，但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日子是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因此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懂得每一天支起你的恩典，使我们在凡事上靠主得胜，特别是工作中所需要的智慧、恩典和体力，求你赐下。主啊，面对医院未来的许多的挑战，我们只有知道需要你的同在的平安。当我们的专业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口才，甚至我们的努力都无法克服我们所遇到的难题时，主啊，让我们回到你的爱中，定睛在你的爱中，再一次重新得力。主啊，愿上帝的荣耀临到我们的办公室、我们的病房、诊间，将你的喜乐、平安、智慧、聪明、和谐、公平临到每一个角落，并且求你赐福我们，互相帮助，激发壮意，使我们的效力提升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的董事会员、我们的院长、副院长们、部门的主管们，让我们有眼见、判断正确、经营理念在你的爱中是永续的，也让我们的同仁们感受到在这里工作是有尊严及成长的乐趣，而不是工作的机器或是谋生的工具而已。主啊，也保守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、每一位同仁，我们的身心灵疲乏的时候，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爱中。此时此刻，你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得着你的帮助、你的安慰、你的平安。恳求您的智慧、合一的灵，并卸下我们的重担，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。求你让我们有一双聆听你的耳朵，能在复杂、混乱、复杂的环境中听见你的引领，使我们不畏困难，有力量和智慧解决所遇到的困难。祝福我们的健康，使我们在你的爱里面一无挂虑。主，谢谢你。我们也将今天早上要分享你话语的黄祖元院长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我们相信借着他的分享，让我们每一位同仁们能得到益处。我们的赞美、我们的代求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这是要读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19章1到9节。路加福音19章1到9节这样说：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宰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
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傻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都私下议论说：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开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愿上帝祝福听他话语的人。这个时候赞美，那我们张祭司班他们要赞美的诗歌叫应许的诗歌。谢谢我们张祭司班的献诗，也让我们在诗歌里面享受到，无论我们生活处在困境、工作的忙碌的当中，上帝在，这份平安也在。今天啊，要带领我们在分享今天的信息是我们的黄祖炎院长哦，他是我们张祭体系长期照护的执行长，也是我们张祭体系南台湾医疗发展事业的执行长哦。那这时候他要跟我们分享，就是今天。救恩要来到这一家，要来到你家，要来到我家，让上帝的平安进入到我们的家。那我把时间交给黄院长。
院长、各位副院长、各位牧长、各位同工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今日在好有这个机会，会当伫遮用圣经的故事，跟大家来做分享，分享今仔日救恩来到这个家，今仔日救恩来到这个家。咱伫生活上、伫工作上，也是伫信仰上，有时会去拄着挑战，拄着瓶颈，拄着困难解决的问题。一时，咱拢要用什么款的心态来面对？咱阁要用什么款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境？对头我。牧师带咱所读的圣经在内底有记载着，撒该怎样因为伊心内的困境，因为耶稣对伊的接纳，耶稣的救恩，予伊对困境中间得到逃亡。这是一个发生伫亚利哥城的一个故事。亚利哥城是伫目前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城市，嘛是要进入耶路撒冷一个真重要的关口之一。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书拢有安尼记载。当耶稣要进入亚利哥城的时阵，有一个青盲乞丐伫路边咧讨食。这个乞丐因为伊的信，耶稣医好了伊的目睭。咱大家拢知影，乞丐一般拢会伫比较较富裕的所在，也是人出出入入真频繁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咧讨食。所以咱就知影亚利哥城。是一个比较富裕、生产济济的一个城市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名作撒该的税吏长。在罗马时代，迄个时阵抽象的制度就是一个外包的制度，委托犹太人去执行这个工作。撒该就是伫亚利哥城咧负责抽象的长官，就是抽象的头人。伫迄个时阵的制度，这个税吏长只要每当将固定的税金交予罗马政府就会使，所以这个税吏官其实有济济机会会当甲人加抽税金，这加抽的税金。就成做伊私人所有。撒该不但是遮抽象的人的官员，伊阁是抽象的长官，就是抽象的头人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撒该其实是伫社会上一个有地位的财主。但是虽然是安尼，伫犹太人的眼中，伊却是一个自私、无公义。压榨、压榨主人民，甚至受人讨厌、受人排斥，一个边缘人。当耶稣进入亚利哥城经过时，就济济人围来要就近耶稣。这个时阵，撒该因为心内的困境，伊嘛真渴望要见耶稣。所以，伊就对人出去。但是，这个时阵，问题来了。因为围伫耶稣身躯边的人真多，撒该的人缘阁无通好，所以人嘛无要让伊行去伫头前，并且伊人阁生了癔，所以伊对后壁其实是看袂到耶稣。这个时阵，伊就伫耶稣要经过的路上，做大声去迄个所在，并且爬去伫树仔顶，
对顶冠来看，底下听候，底下准备。当耶稣来到树下，额头对伊讲：“撒该，紧倒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这时撒该真正意外，因为伊家己知影，伊是一个无受欢迎的人，怎由耶稣会知影伊的名？去讲要来住到伊的厝，伊就紧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并且甲耶稣讲：“主啊，我要将我所有的一半分予世上人。过去我若有讹诈了谁，我要将四倍来补偿伊。”耶稣对伊讲：“今仔日救恩到你这个家，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、子孙。”对这个故事，咱来分享，就是当咱遇到有形、无形的困境的时阵，咱要怎样来面对？首先，为着解决这个困境，咱必须要规划一个目标。撒该的目标就是要见耶稣，因为伊知影耶稣会当医好青盲的乞丐，伊相信耶稣会当帮忙伊解决心内的这个困境，所以伊就渴望要见耶稣。当这个目标要成做事实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咱会去拄着一挂阻碍。这个时阵，咱必须要用智慧来思考，来克服这些困难。撒该想要看耶稣，因为人真多，因为伊个细汉，其实伊是看袂到。拄到这款的阻碍，伊想办法伫耶稣要经过的路中，大声去伫迄个所在。并且爬起伫树仔顶，对顶冠来看，安尼结果伊会当见到耶稣。第三项就是爱有坚定的信心。撒该对伊要见耶稣，拄到遮个困难，拄到遮个阻碍，甚至伊爱走对耶稣要经过的路顶，爬上树仔顶。这个中间，伊并无放弃。伊阁得爱，伊迄阵啊是一个有地位的财主，伊阁得爱克服爬起哩树仔顶，互人笑即种的心理的压力，因为伊对耶稣有信心。所以信心是伫咱面对困境时真重要的一项代志。伫十当前，我去哩台南的病院就任以后无偌久，就有一个患者。因为腰酸，来到我的门诊，我给伊做初步神经检查以后，我给伊安排核磁共振的检查。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就是咱看到的安尼，是一个退化性的椎间盘突出症。这个时阵，我就甲患者解释。并且为教甲伊安排治疗。无偌久以后，这个患者搁再倒转来我的门诊，甲我讲：“先生，某某病院某某医师甲我讲，讲我的腰生一粒瘤。”这个时阵，我真正纳闷，因为我对家己的诊断。是相当有把握，我就紧紧将伊伫外口所做的片摕出来看。果然，伫第五节腰椎的所在有一个细粒乌乌的阴影。我阁将原来替伊做的这个片阁摕出来看卖啊，我依然无法度对头前迄张的片。看出这个问题来，
我就知影旧的核磁共振，伊的解像能力不足，这对患者来讲是无公平。为着要让患者得到更加好的诊断和医疗，我就感觉这个困境需要来解决，我就规划了一个目标，就是希望提升病院医疗服务的品质。要提升医疗服务的品质，在硬体方面需要将这些过时较久的这些医疗器材做更新，还是做采购。但是这个时阵问题来了，因为迄个时阵，病院的财务并无真充裕，咱嘛知影，即款的医疗器材是相当的贵。迄个时阵拄到即种的阻碍，我就想办法，伫病院日常所需要采买的药品、耗材，甚至需要更新的钢丝等等。药品透过牛乳品，其他透过公开招标，透过议价来节省病院的支出，个人一档落来就会当节省几啊千万。病院就因为安尼，会当将旧的机械做一挂更新，甚至采购新的仪器。医生有了新的医疗器材，搁较有自信，会当做搁较好的医疗，嘛得到患者的肯定。王刚嘛因为安尼看到病院的改变，看到未来的希望，大家愿意同心合力，病院医疗服务的品质就安尼渐渐得到提升。这是当时大家拢感觉真困难的代志，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结果，加添了我非常大的信心，嘛见证了菲律宾书甲咱讲的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第二项要和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怎样得到救恩，怎样得到救恩。救恩就是对困境中间逃亡出来的行动和这个结果，意味着就是说有一个平安、喜乐、和丰盛的生命的状况。当撒该听到耶稣对伊讲：“紧紧落来，今仔日我要带伫恁家的时，伊就紧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”耶稣对撒该讲：“今仔日救恩到你这个家。”所以，既然乐意接待耶稣，必得着救恩。既然乐意接待耶稣，必得着救恩。咱检查的感觉讲，我看袂到耶稣，我见袂到耶稣，我怎样有法度欢欢喜喜来接待耶稣？伫马太福音有安尼甲咱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惊伊伫我兄弟至微细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既然惊伊伫我兄弟至微细一个，就是惊伊伫我。所以其实咱每一位平常时拢有济济机会，会当用疼心服侍，帮助弱势，帮助身心灵欠安需要帮助的人，安尼就是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就必得着救恩。第二项就是要有信心。
耶稣对撒该说，今天你救我到你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都知道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所以撒该可以得到救我，也是因为他对耶稣有信心。我们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做好准备，我们也要有信心来听候这个救恩的来到。因为天的万物都有他的时，在传道书有这样跟我们说，所以当耶稣来到，对你对我说，某某人紧紧下来，我今仔日要带你恁家一时，咱是毋是紧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？还是咱毋敢落来，失去了这个机会？咱伫生活上，在工作上，在信仰上，我们要交出怎样的成绩单？撒该他用分享、用补偿这款的行动来帮助善良人，我们更加需要用贴心服侍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。咱每一个人的付出，都要成就因健康幸福的一个轨迹。咱安尼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做好准备，咱嘛确信，咱有信心，有一天耶稣嘛要对你，要对我说，今仔日救恩到你这个家，今仔日救恩到你这个家。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万官能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阿罗哩，今日在你赏赐我有这个时间、这个机会，能来伫这个圣殿三个聚集。感谢阿罗主哩，主啊，恳求主哩帮助我，伫我软弱、伫我拄着困境的时，主你扶持我。我嘛要用贴心服侍、帮助济济需要帮助的人。我要欢欢喜喜接待耶稣，我也确信主你有一天你要跟我说，今天你救我到你这个家。我要将病医将我们当工又要来的路完全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恳求主你带领我头前的路站。我这样感谢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们谢谢黄院长的分享，救恩进到我们这一家。那把时间交给詹副院长。